ดีค่ะทุกคนพบกับพีคเดย์นะคะในวันที่แบบฟ้าฝนกระหน่ำแบบโอ้โหวันนี้เราไปดู21 22กันเลยดีกว่าค่ะ边彩希，你给我出来一下。你能等一下吗？我现在在哪？现在。你，二大，二大太。班长跟老大有事情要说。你找我有事啊？我进到训家接你了。我会和雨神一起来的。我早上提前出门的时候碰到他了，然后就一起来上学。还有呢？还有，早餐也是他买的。为什么提前出门？昨天不是说好了我来接你？李贺，我不想骗你，我不等你是有原因的。宁泽宇知道吗？行，又是他能知道我不能知道的事。李贺，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要我一定要相信你，那这一次你可以相信我吗？我相信你，我也会努力变得更好，成为让你值得相信的人。干什么呢？我知道我很帅。走了，回教室吧。嗯。โอ้ยปัญหามันลุมล้ำไปลุมล้ำว่ะลุมล้ำไปหมดเลยอ่ะเดี๋ยวไม่สบายอ่ะ雨神你不舒服啊你哪不舒服是肠胃吗早上没吃好吗不是哎我觉得你可能压力太大我有这个特别好用平时你哪特别不用了你就帮我请假就行เขาชัดเจนมากอะเนาะก็ดีนะไม่เสียเวลาถ้าเป็นฉันรู้สึกนะอาจจะดูใจร้ายแต่ว่าพอโตแล้วมองกลับไปก็รู้สึกว่าเออดีแล้วจะได้ไม่ต้องเสียเวลาไม่ต้องหวังลงทุนแรงผมเหลือ下来又不是为了陪你我留下来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重要的事หมอชอบหรอนี่น่าเอ็นน่าหรอเป็นใจซี我觉得我可能生病了我可能跟我爸一样得了急性白血病你在干嘛你看啊就这样子很简单的你只要讲出来你只要走到阿姨面前跟她坦白的讲再说了你现在只是疑似还没确诊呢这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班长，人才吸引抬头。你在干嘛呀？角色扮演啊！我在帮你演练，是想开屁股呢，老公。不要演练了。这是你迟早要面对的事情，与其跟所有人隐瞒，还不如坦白讲出来。而且，你也不想让李浩不开心吧？也是。这样，你先闭上眼睛，深呼吸。李贺这么爱你不了，没恨了嘞不了，没有了拿一批一百了拿。想象一下，阿姨现在就坐在你面前，把你想说的委屈、烦恼，全部都说出来。这是你妈妈，全世界最爱你的人。好害干啥样了呀？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就说给我听吧。你看，虽然案例有很多，但只要放平心态，积极治疗一定没问题的。不管怎么说，阿姨还有浩熙都会一直陪着你的。对不起。好在曾把你看见，光年之外眨眨眼。你哭怎么哭了呢？我真的好想告诉他，爸爸得了一样的病，他生了脑袋疼。你妈，好了，再问你。别怕，没事，叔叔还会好你的。没事，说出来就没事。只是一次呢，还没有确诊。太不易，就是吧，他们来看你已经。feel bad， 本可以找外在，不跟你出来，没先跟白管你。เพราะ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คุ้มกันเรื่องสำคัญแค่เพื่อนแล้วกันเพราะฉันไม่มีเธอไม่ได้บอกเลยมาเอ้ย回来了马上就吃饭啊去洗手吧先等一下吧我想和你说件事儿。说吧，什么事啊？过来坐吧。坐。杨希，你也过来。姐，我忙着呢。哎呀，你过来吧，你姐有事儿要说呢。希希，什么事儿啊？ไข่ผัดมะเขือเทศมาฮ่าฮ่า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คุณอาจอะคุณอาแทนอะ
爸爸得了一样的病。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预约了明天的医生就去做检查，一切等检查结果出来吧。憋了那么久，终于说出来了，真好。姐，严重吗？这可能得等做了检查才知道吧。姐，听，应该没事吧？给妈妈看看，身上淤青在哪儿？现在就给妈妈看一下。两个胳膊，还有一个在脚腕。约的哪家医院？哪个医生？市立医院血液科的童医生。八号取消，改天妈妈就带你去看妈妈熟悉的医生。哎，妈，你没事吧？妈今天突然有点累，我上楼休息一下。สะเทือนใจไงเพราะแบบเคยเสียคนรักไปหนึ่งคนแล้วอ่ะ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我再也不用你的闹钟了，我帮你倒垃圾，帮你洗碗，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能做你弟弟我真的很感恩。哎呀，行了，我还没死呢。啊，我就是有点担心嘛，看刚才那个状态，而且太平静了。姐。我知道了。怎么了？你不是咱妈亲生的。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女主得了白血病，为了治疗，发现亲妈不是亲妈，隔壁老王才是亲妈，或者是交往了多年的男友，其实自己的哥哥之类的。姐，你也太惨了。岳鹤熙，你干脆别读书了，你当编剧得了，演编剧。อะไรวะเนี่ย我太难了。怎么，等我呢？我有事找你。说吧，不是说好了祝福我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生日那天你说会祝福我，还说以后会安心高考，这就是你祝福我的方式。还是我记错了。你没记错，也没理解错。那为什么每天接送云彩溪？这件事情班长不说，我也没有办法。又来，老这么说你不烦吗？但这是事实，哪有那么多秘密啊？那你应该直接去问班长。这件事情上我没有立场，班长说了我才能说，班长不说我也没有办法。哦，对了，这段时间我建议你成熟一点，别没事找事了。哥，มันอึดอัดนะเว้ยคนนี้มันไม่รู้อะไรอ่ะ来，妈，哇，你弄这么多呀？你快别弄了，吃不完了。马上还有一个菜啊，你们先吃。妈，您这是做了三天的饭了吧？吃隔夜饭啊！还有最关键的是，再也不可以像以前一样打开冰箱就吃里面凉的东西。嗯，好，这回是一场持久战。
你需要体力。妈，您这差别对待也太明显了吧？那早知道我多吃点。嗯，妈，其实你不用担心我，我还没确诊呢，我不一定和爸爸得了一样的病。妈妈没说你得病，持久战是说你要把身体调养好。你看你现在容易晕倒，身上爱起淤青，都是贫血的表现。嗯，喝汤。妈，我的汤。正要给你盛嘛。老爸跑多久了？快一小时了吧。啊，背叛为例。嗯，你说不对吗？哦，妈呀，本来呀，老大你没事吧？叫爸了吗？先去医务室吧。后面吧，妮妮。哎，那是很歪了。告诉他啥？我都忘了。别让袁彩希知道的意思就是，韩雅一也不能知道。我知道，我又不像佳媛那么傻。过分了啊！你是过分了，你不能说过分。心里最重要的人有三个：李贺、李贺、李贺。第一档是我老妈，然后就是老大，就因为老大太重要了，所以我有点事想问你。我也不知道袁总到底怎么，我知道袁总最近表现很奇怪，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了，而且我问过他，他什么也没说。你知道袁总的性格的，他一旦决定不说了，就打死也不会说。就连为什么不去看老大比赛也不说吗？那你自己看，我给他发了多少条短信、消息还有视频，他一个都没回我。你要再怎么折腾我，我只能敲他家门。怎么啊？我就交给你了。那怎么办呀？挺好吃。浩浩。哎，妈。你怎么起那么早啊？啊，我反正睡不着，起来买完点早餐。浩浩，不要担心。妈。我一个大男人，我担心啥？还没有确诊，不要怕。我不怕，我是家里的男人，我得照顾你们，我真不怕。其实妈妈也担心，妈妈也怕，可是现在还没有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先被打倒，你懂吗？懂。妈，我们不会那么惨的，对吧？เป็นหนังดีมาก不会那么倒霉，同一个病带走爸爸又带走姐姐，对吧？
对，不会，绝对不会。傻儿子，所以我们得乐观，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得坚强。马主任好。哎，你好。状态状态啊。马主任早。马主任早。宁泽宇啊，袁采西啊，这个好好学习的同时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做到劳逸结合啊。哎，马主任好。哎，怎么这么没礼貌呢？没事吧？我们先走了，老师。哎，马主任，这腿怎么了？训练的时候受伤了。啊，注意点啊，注意安全啊。好。啊，มัน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อะไรกันครับเนี่ย มันก็ลำบากใจ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นาะขอบังกับจ้ะอะไรวะ说了，必须得看你吃完。嗯。对。干什么了？行。这都是为了你好呀，姐啊，弟弟呢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下餐饭再见。林浩鑫啥时候这么关心你？哼。别管了，没事。哎，云总，李贺的事儿你有听说吗？什么事儿？他受伤了。受伤？啊，膝盖啊。林川跟我说，他昨天练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膝盖磨破了好大一层皮，还流了血。什么？坐下，我慢慢给你说。其实李贺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是林川跟我说的。袁总，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你有心事你可以跟我说呀。嗯，没什么。林川跟我说了，还是希望你能去看李贺的比赛，毕竟这对他非常的重要，而且他现在也受伤了，士气受到了打击，你去的话他会好很多的。我去不了。啊，为什么呀？还要学习呢，我就不去了。高总早。对了，帮我转告李贺，让他跑步的时候小心点。啊哦，二来娃，林在西，林在西，林在西。为什么要走？东西是你送的吧？都来了，为什么要走？你等等我，我送你回家。林贺同学，马上要挂考了，我要专心准备学习。
你也是，你要专心准备训练，别再想些有的没的。高考和训练我都没耽误，但你为什么要躲着我？行，你不想说我也不逼你。但是袁彩希，离鹤，太晚了，我想回家了。我送你。我不需要。以后训练的时候小心点。谢谢。来看我比赛。อึดอัดอ่ะมันก็ทั้งเข้าใจแล้วก็ไม่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ใจทุกคนอ่ะเอ้ยไม่กลัวการเจาะเลือดนะแต่ว่าไม่ชอบดูอ่ะไม่ชอบเห็นตอนตัวเองโดนเจาะก็ไม่ชอบหันไปมองมันไม่รู้ดิเหมือนแม่ฉันเลยถ้าฉันไปกับแม่ฉันก็คือแบบยังไงอ่ะ他这个血小板数较低白细胞和血红蛋白呢也有问题。当然原因可能会有很多，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啊做一下骨穿。刚好今天人少，那今天就可以做。怎么没事，做个检查。家的情况您最了解，因为西西爸爸您是知道的，所以我还是有点担心。首先呢，彩西啊，她现有这些症状呢，很可能只是贫血。孩子现在年轻，抵抗力强，就算真的像他爸爸一样，但是呢，只要及早治疗，现在这白血病的致死率啊，已经降低很多。听到大夫的话吗？我们先做检查，别担心。医生，川儿，怎么感觉现在连韩雅一都离宁泽宇那么近了？嗨，还能有啥？肯定是问功课呗。真的吗？当然了，哎，班长又不在，他不只能问宁泽宇吗？也是，爸，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这腿明天怎么比赛啊？这场比赛你总成绩必须得是前三名，否则你进不了决赛。如果你进不了决赛的话，你就不能拿到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了。如果你拿不到证的话，你就不能报考高水平运动员了。怎么，现在连你都不看好我吗？就算我腿上有伤，以我的能力，难道连前三都拿不了吗？不是那个意思啊。走吧，问题不大。走运动了呀，慢点吧。谢谢你之前照顾我家袁总。你都知道了。我刚刚和林川去找了趟袁浩熙。他应该今天去检查了呀。结果出来没？医生说还是要做骨穿确认一下。还没确
确诊，咱们还是要保持乐观。乐观。没事吧？嗯，你试试，我给你穿一下。还有精神开玩笑呢。那我先上去了，我想休息一会儿。你自己小心点，听到吗？啊，好。医生怎么说？抽血检查的结果不太好，血小板有点低，白细胞和血红蛋白有点问题。你姐今天做了骨穿。结果一出来就知道是什么了。妈，没事的，你别担心，结果啊肯定没事。浩浩，嗯，我要你现在就答应妈妈一件事儿。哎，说。以后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儿，我要你第一时间必须告诉妈妈，不可以像你姐这样什么都不跟我说。哎呀，放心吧，妈，我没我姐坚强，我就是想瞒啊，我也瞒不住。没事没事，放心。不骗。去找袁浩熙，他都跟我们说了。哎呀，这个小喇叭。上学跟你姐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李贺。听说今天还做了骨穿，肯定很疼吧？这是今天的笔记，我都帮你整理好了。喂，班长，你回来了吗？怎么样，还好吗？没事，就是做骨穿那个地方有点疼。你好好躺着，多休息啊。对了，医生，韩雅一告诉我，连川知道了。对，但他们还没准备告诉李贺，毕竟他明天就比赛了。那就好。你。等他明天比完，你就会告诉他吗？不，看结果吧。如果结果是好的就算了，如果结果是坏的，我现在对他坏一点，可能也是好事吧。在。
天还去看他比赛吗？嗯，再说吧。那你明天要不要来看我？我先不跟你讲了，晚安，早点休息。错了，一张网没立了，太不易了。虽然我还在生你的气，但毕竟是素雅兄弟。我知道你今天变身大赛，看样子啊，还瞒着父母去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你出去也代表着森勇。好比赛，为森勇争光。有好多人รู้กั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งี้老大他来了吗没有袁总虽然人没到但他心里是为你加油的你别想太多抓紧比赛行吧别站着了赶紧进去吧นักกีฬาสภาพร่างกายว่าสำคัญแล้วจิตใจสำคัญกว่านะเว้ยจริงนักกีฬาสภาพร่างกาย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สำคัญแล้วอ่ะแต่จริงอ่ะจิตใจอ่ะสำคัญมากนี่เป็นนักกีฬานี่รู้ทุกคนอ่ะเวลาเล่นกีฬาใช่ป่ะมันจะมีฟอร์มอ่ะมันมีจะมีฟอร์มการเล่น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อแบบถ้าแบบมันมีเรื่องรบกวนจิตใจหรือว่า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ว่าคิดมากหรือเครียดจากเรื่องอื่นๆความรัก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หรือว่าความกดดันความกดดันจากที่บ้านอะไรเงี้ยก็อาจจะส่งผลต่อฟอร์มนักกีฬาได้แบบ想就去呗我知道你是怕影响他但是姐与其担心未来你不觉得珍惜现在更重要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我超有智慧我听呢是小宁同学贺教授这段寒假进行过以后就再没联系过了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都准备好了上次集训就特别看好你我们天工科技大非常欢迎像你这样的科技人才好好表现加油不会的谢谢教授再服务他了呀คนที่เราแบบเห็นเขาแบบ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นอะไรแบบเข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今天还好吗感觉怎么样拍什么呢拍给袁总看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啊คนอื่นก็เท่านั้นค่ะต้องการเสียงแค่คนคนเดียวคนคนเดียวเท่านั้นเจ็บนะนั่นน่ะ
尼勒呀。ตัวน่ารักจังเลยลูกโอ้โหเราป่วยอยู่กลัวเป็นลมไม่โอ้好在曾把你看见เป็นลมผูกเป็นโบเลยเนี่ยตัวรอบเลยหรอหรือไงอ่ะที่สองหรอ说女同学是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同学吗？对，我看她的最近联系人是你，所以打电话过来想问问你能不能联系到她家人。您刚说她晕倒了，她现在还好吗？她人还没醒，现在还在我们医务室。哎，我现在过来。好的。哎，同学，比赛开始了。同学，你有什么事儿啊？哦，我刚刚打电话的时候说我同学晕倒了。哦，你就是那个雨神啊？这个女孩的情况啊，现在我还不太清楚，要等她醒来以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嗯，这个是她的手机，你给她拿着吧。你在里面先等一会儿。嗯，谢谢医生。哎，很火我。可不让我们一起 just
不知道，要不是我刚好给你打电话，你很有可能就一个人直接晕倒在悬崖上都没人发现你，你知道吗？我不是故意的。你当然不是故意的，谁会故意晕倒啊？有啊，高仔。所以你就没跟李克讲，你要来。所以你一个人跑来了，还不跟他讲？既然这么冲动，为什么不干脆去跟他讲？现在又怂了。喂。喂，姐，看完了没有？该回家了吧？要不我去接你啊？让浩熙，浩熙，我会送他回去的，放心吧。哼，我姐去看李贺比赛，然后宁泽许送他回去，这是什么情况？走吧，我送你回去。比赛早都结束了，他应该早走了。喂，老婆。也是。结果出来之前，还是不要见到他的好。走吧。你这个靠在屁屁，你。啊，我自己打。你这样用压规模来，咋蠢不来？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是宁泽宇同学的妈妈吗？是我，请问您是？我是天宫科技大学计算机编程系的教授，我叫贺延景，冒昧打扰了。天宫大学教授，您找我儿子有什么事吗？宁泽宇同学在比赛之前突然离开了，按照规则他这是自动弃权，我想他肯定有什么苦衷，我有点担心。什么比赛？嗯，那哪咋的呀？喝点水吧，别练了，喝点水。你别挡着我。你喝点水。你别挡着我，真看。你练一下午，你喝点水。哎呦，你听话，听。哎呦，冠军回来了，掌声响起来。今天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宝贝。哎，不是，哥哥，跟叔叔说，这回贺哥是不是没考好？嗯。叔叔阿姨，你们不用太紧张。没有。老大他平时在学校训练特别刻苦努力，成绩也非常好。这一次单纯的是因为状态有点不好，所以。我只要他调整好状态，我相信他下次一定没问题。嗯，没事儿。这比赛呀、就是比赛，他得有输也得有赢，不可能一直赢，是不是？我们年纪还小，不怕失败。而且我觉得老大下一次一定能发挥出他真正实力，再次夺冠。说没看见啊，妈。哎，我就担心他有点怕他受不了啊。有什么受不了？那什么，川川，留下来吃饭吧，啊，尝尝你叔叔的手艺 啊！谢谢叔阿姨，但是我今天还得早点回去帮我妈妈理货呢，所以我就先回去了。哦，那行，那行，改天过来啊。叔阿姨再见。哎，老大，我先走了啊。
这两天别再说他是捡来的了，要不然他又得受刺激。有什么呀？男子汉需要的是坚强。ตัดจบอะไรเนี่ยก็สำหรับคอนเทนต์ฝากหน่อยนะคะรุ่นพี่นะคะก็ EP ต่อไปก็คือ2ตอนสุดท้ายแล้วเนาะก็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จบคอนเทนต์พีคเดย์นะคะเดี๋ยวพีคเดย์หลังจากนี้ก็เดี๋ยวพีคอาจจะเปิดโหวตหลังจากลง EP 22หรือว่าอะไรเงี้ยไปก็เดี๋ยวมาเปิดโหวตกันนะคะว่าจะเป็นคอนเทนต์อะไรที่จะมาต่อจากฝากหน่อยนะคะรุ่นพี่นะคะซึ่งจริงๆพีคก็เล็งวาไรตี้ของไรซ์ไว้นะคะซึ่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นี้หนังนรงได้ทำช่วง2019แล้วนะคะก็เลยแบบเอ้ยหรือ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ปดูวาไรตี้ด้วยดี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ดี๋ยวขอปรึกษาทีมแล้วเดี๋ยวอาจจะทำเป็นโหวตให้ทุกคนแบบร่วมคลิกกันนะคะว่าจะทำคอนเทนต์อะไรต่อดีค่ะติดตามได้ในแบบว่า Facebook Twitter IG แล้วช่อง YouTube ของหนังนรง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ช่องทางส่วนตัวของพีนะคะ Sally P ค่ะมีหลายช่องทางให้ทุกคนแบบไปติดตามนะคะก็ถ้าเกิดแบบว่าเฮ้ยหาไม่เจอ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ไปดูลิงก์ในไบโอของพีนะคะก็สามารถคลิกเข้าไปแล้วก็จะได้ follow พีได้ทุกช่องทางเลยสำหรับวันนี้นะคะพีเดย์ก็ขอลาไปก่อนค่ะสวัสดีค่ะ再见。